来了哦。你是大份，我是小份，我去帮倒水啊。嗯，咋就一个蛋？啊？有人。哎，老公，这大份你不吃啊？这可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。不吃，我今天没胃口，我吃小份就可以。行吧。这个我喜欢吃。还有啊，这个鸡蛋我也喜欢吃。哼，小份小份，大份大份。你今天是吃了炸药吗？饭我待会吃，先吃根香蕉吧。真香啊！开什么了？下个笋多淘点，没有了。怎么好吃啊？不好吃，我吃这么多。还好我买了很多。哼，哥哥姐姐们，我们现在吃的这个呢是糯米笋，笋的意义呢是节节高，步步高升，而且它的配料表呢特别的干净，只有竹笋、食用盐和水，一包呢可以做一餐，每一包的重量呢是300克。它的做法呢非常的简单，可以用来清炒、炒五花肉或者炒腊肉，不管怎么炒它都很好吃。因为它是用笋尖做的，所以吃起来呢特别的脆，特别的嫩。今天呀有活动，19.9块发7包，还包邮，而且呀还可以试吃2包，不满意的话呢直接退回去。链接呢我放在左下角了，喜欢吃的哥哥姐姐可以直接去拍。这么划算，不得多炒点。红烧肉。走开！走开！哎呦我的妈！